妖的李卫武啊，伊爸那倒落去也是有危险的啊。讲出来是一个做出名的人啦、啊，我相信这个爸不比。你们两个说，我们是不是活见鬼了？其实啊，鬼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人心。你要等啥原因啊？我们来跑操场十圈，我怪你在操场正中间大声喊讲，老婆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爱你。每礼拜到拜五暗时八点，比得人生壮志高飞。想想对对。